大家好，我是若光老师。接下来跟大家预报二月十二号礼拜五个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母羊座，很想放空的一天呢，自己会找点乐子，自得其乐，然后很开心很愉快。第二个呢是狮子座，你啊会突然之间有一些行程是你没有计划到的哦，然后一马心动，然后呢越跑越旺。第三个呢是射手座，投资运气很旺的一天哦，然后会有贵人给你报名牌，让你能够稳健的进财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摩羯座，你有一些计划要做，但是家里会一些事情干扰你，让你有一些莫名的发脾气哈。第二个是天秤座，也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，人际方面呢突然间争吵了或一言不合，让你有一些情绪的起伏。在幸运颜色以及数字的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土黄色，数字是四；火象星座朋友呢是金色，数字是一；水象星座朋友呢是淡蓝色，数字是六；土象星座朋友是橘色，数字是八。